澳洲多酒庄之外咧，仲有好多橄榄园。橄榄园唔单止开放参观，仲可以俾游客试饮橄榄油。仲有啲橄榄园将橄榄油做成天然护肤品，而呢间铺头咧只系西澳先有。呢间铺头入边咧有一个开放式工场，仲可以即场试用各款王牌嘅产品。我喺铺头左试右试一轮之后咧，最后买咗呢一啲。而呢个人气产品咧，仲可以喺铺头亲自自己做添。呢个 workshop 先会由导师示范，润唇膏只系会用天然嘅材料，例如乳木果、蜂蜡同大豆。当然仲有橄榄油啦。步骤非常简单，只要跟次序将材料加入，然后再热溶咗佢咧就可以噶啦。依家要将呢个嘅 olive oil 咧降温，一边热溶材料，一边要留意温度。如果过热咧，就会影响润唇膏嘅质地。虽然咧唔会影响成效，但系个外观咧就会差少少。将支装容器装满之后，就可以按个人喜好加入精油，添加呢个香味嘅。咁就轻轻松松完成咗三个润唇膏。因为冇添加呢个防腐剂，唔可以放太耐，留一个自用之后，另外两个可以送俾朋友做手信。